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啊。今天继续我们的一个新的教学，就是 Vinyl 的 tutorial。是这样子，Smash 的四个电器，我觉得你们画的有点腻了。今天换一下，讲一下别，换一下就回去讲一下一些新的功能的一个东西。今天教大家就是一个那个旋钮功能是怎么样呢？那首先这样子，我拉一个块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，长方体对吧？你从这里能看得到对吧？然后呢，就这个就很简单，就单个功能。其实今天主要就告诉你一个功能，这个功能是在这里这个地方，然后 trace，对，你们一听 trace 其实就懂了，很常见在五金工艺上面常用的一个技法啊，或者常用一种工艺手法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子，首先我们要找到智慧轨迹，找到一边的一个终点，一个面的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什么呢？对，另外一个面的一个终点。那我们找到 Enter 对吧？这时候我已经按着 Shift，然后去找到 Enter 的这个点，然后找到以后，那我们前后两段是不是定了？然后这时候我们回来这个 Right View 是做什么了？对，我们 Start First Reference Point 就是我们第一个起始点，也就是说我们是好像你要幻想这有一根杆子，然后呢我们掰一下它就能转了，就这样子。你看，对，我现在转一下，再转一下，我现在转多少？180度，哎，你看一下就能出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那这时候这个东西，反正这个模型它照样是可以继续编辑的。比如说我这时候一，对，它一样是可以倒角的。那能不能本来就是说一个什么，就是说一个倒完角呢，在那个在确实了，没有问题。它可以再选，应该英文是叫确实，中文我不太肯定它是不是叫那个确实。反正因为我自己也是学那个英文软件的，所以就有时候真的不太确定这样子。然后，比如说现在 chess 对吧，也是可以的。那这时候，我们再试一下别的，就是说只要它是一个长条形的体，正常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或者我们试一下复杂一点的，那复杂一点，比如说这里是一个方形对吧？我们方形啊，这里一个方形对吧？然后呢，换一下方向，因为我习惯是在右视图那边去动啊。然后这时候再来一个圆形我们就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弄个圆形，然后这个东西反正你爱多长就多长，然后这个东西反正 perspective 我们回去这里，那回去这里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这样子放量 loft 的时候对，然后当然这个前提上要不要补面我们可以试一下，这样子一个实体对，只要它是一个实体我就 OK 了啊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已经找到它的一个 central point 对吧？central 对吧？然后这时候哪一边的 central 我们找到，这时候把 central 打开，就是说终点。终点以后我们把终点关了，然后一样 first reference point 一样转钮180度。当然你可以输入数字，对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你看，即使它是方的转成圆的或者什么的倒角，当然你现在倒角也是没有问题的，看到了吧？而且会越倒越少，然后有什么效果？对，就这种消失面的效果，能懂了吧？Loft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做一个消失面，然后这时候其实你还可以怎么样？就是把面给补了，就是说面补一补，这边补一补，那你看它就其实就是再连接一下，然后再一下，你看到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实体了，懂了吧？那是不是很简单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你们想做一些比较扭的一些方法，或者这次再做一个复杂一点的，好吧？再做一个别的，或者我想 U 型，或者我现在随便弄一个吧，好吧？因为这个型我觉得应该比较多人想用的啊。那有时候记得90度还是要保持90度原则，对，90度原则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这边这个点和这边这个点，它是一个点的吧？我记得是应该不是后面这个才是。那我这样我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就透视 perspective 这边我挪一下，来你看，对，那我这样是不是过去了，对吧？那这时候这样子，我还是一样一个方形跟一个什么吧，好吧，这样子吧，随便个方形，然后呢一样这样子，我先把它放样过去，然后通过这个形状的 trace 可不可以的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反正这个功能其实它是非常怎么说，泛用性非常高。那现在这样子，那我你啊，那这时候这些小游戏，现在肯定确实不了，为什么？你看这里撞了，对，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说，你一定要给它足够的数值去转，那这时候不够了，对吧？我们再把数值改一改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数拉宽一点，好吧？然后这个地方
然后另外一边，对吧？还有这个，我们一样拉宽一点，对吧？这样子，我们再看一下数字够不够。就是说，有时候你看它撞，你就知道它抽客肯定也不行。那现在这样子看，那吸引的最大问题在这，你看这里也有还是有可能不够，对吧？这些地方撞了嘛，对吧？那这个地方也不够，那吸引的这些东西，反正双六有时候不够，它会自动给你缩小，或者自动给你中间的数字一个变化，那吸引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所以说，这时候我们把方块缩小一下，试一下，哎，这时候你看没有任何刚刚那种折面什么的，那我们肯定这个是一定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那这时候我们 trace，我们这个 trace 的时候，这一次的话就是这个，对吧？那我们怎么样做呢？这样子，我可能选一边的一个，对吧？那我选一下这个中间，然后再选另外一个的这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那个 first reference point，我可能就选这边吧。那这时候，对，他就不能说，哎，我们说，哦，我们只能这样子，但不能那个，就是说，怎么讲？就是说，他不能说，就是说这一条上面直接旋转。那如果有同学可以研究出来，那可以告诉我一下。但是这个东西它的那个限制在哪？就是说我一定是一个这个，就是起始点跟那个终点，它一定是一条直线。记得一定是一条直线。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形状或者多少边形，它都可以成立。但是像这种 U 型的，不就没有办法？为什么呢？对，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形状，它中间我们没有一条直线，那可不可以选一条直线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功能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选项啊，就这样子，我们还是选这个 trace，选这个 trace 的时候，我们选这个 object，然后 starting 对吧？我们一样这么选，但是还是到这个 view，然后这边，然后我们再选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重新选择一下。对，一，然后再回来，但是好像不行啊。如果是说一开始选第二个点的时候，不行了，那肯定不行了。如果看它这里指令知道不行了。好，那个，所以就记得一定要直线跟直线，曲线它是不行的。好，那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，或者是说。有什么功能想做的，也是给我说一下。反正所有东西你们麻烦给我留言一下。好，那一个就谢谢大家。